这个比如说阿丹师父他的音乐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音乐中呢有很强烈的一个震撼对我来讲。那能够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呢，我觉得说我画中也有画，虽然它是一个啊静态的一个展现，可是呢在这个画中呢有对生命的一个体悟，也对一个艺术的一个升华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呢，对一个艺术家来讲是很美的结合。能够在一个动态的一个结合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新奇，而且我觉得看得蛮感动的。我当然很希望这个他们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柯淑玲，因为呢这个柯淑玲呢它不是只限于一个自己领域的一个创作而已，它可以呢跟所有的杰出的所有不同领域的艺术家能够互相的冲击，能够互相的又交融，然后呢展现出这么样的一个作品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生命中我觉得一个很美的艺术的展现，也是所谓的墨剧五色。